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ucky。 今天我們玩這款遊戲叫做 Online 遊戲。這一款遊戲是跟方言遊戲是一樣，都是同一個 studio 去做的。那方言遊戲為什麼我不玩呢？因為它實在太好玩了，我已經忍不住玩了，我出了所有結局了，所以全部已經解散了，所以我知道我玩完之後會劇透，我會超快玩完，所以我們現在來玩這個惡狼遊戲。 OK， 那我們開始吧。唔该你救一救我哋，至少救一救呢啲细路啊！我问你，点解你要对我咁生气？你是只对我系咩料？我相信应该系对我啊。点解？系人格分裂啊？点解你要打我？明明我之前对佢温柔，唔该你。变翻原本嘅妈妈啦！哇，佢人格分裂咯，好冇？你系咩意思啊？我唔系你阿妈喎。够啦！我睇你对眼，我系人啊，系活生生嘅人啊。佢真系直译咯，系直译到一个地步咯，系就咁翻译咯。哇，死了，妈妈，为什么不肯跟我说话？你还想将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吗？妈咪，哦，原来你睡着了。对唔住，一定好痛啊！哇，血嚟喎！但系我觉得你而家好温暖啊！我有一种俾妈妈怀抱嘅感觉。佢病娇啊佢！原来系咁，原来妈妈都系咁温暖。我都系第一次觉得咁幸福。哦，哇！边个玩入嚟？哇！耳仔，呢个系样？你先，我唔知系咪系我麦，系我个麦爆咗，定系你哋都听到？门外面有好多羊，点解呢度会有羊嘅 ？OK， 应该唔系我个麦嘅问题，算啦。呢啲唔似羊咯，好冇？反正現在我都很滿足了，你在這裡死的嘛，我不是想說死而無憾啊。哦，哦，就是我現在活到現在的意義。唔得，佢真系直日噶，黐线！我终于明白啦，我真正想要嘅系嚟自人哋嘅关心。呢个应该系别字啊，我唔清楚啊，因为佢真系直日到一个地步，就系佢系同音字，只要系复杂嘅字就系咁样。我一直都喺度揾紧呢样嘢，而家嘅我已经。足够幸福啦！呢度系边度？擘大眼嘅时候，我发觉自己坐喺张凳度，四周围都好黑暗。哦，跌！而且整得好恐怖，完全感受唔到除咗我之外嘅人存在。咁搞乜嘢啊？
就呢个时候，房间入面突然间响起一个声音，边个喺度？根据个声音判断，应该系同我年龄相近嘅少女。哇，你几多岁啊，大佬？咁都可以判断到？我喺度，唔通你就系将我带呢度？即系你。唔通你带我嚟呢度嘅犯人？唔系啊，我 send 咗嘅时候已经喺度啊，大概同你嘅情况一样啦。OK，原来系咁，咁你知唔知道你身上究竟搞乜嘢啊？我唔知。好，咁我翻转头啊，呢度好黑啊，完全见唔到嘢。系，呢个真系好黑。不如我哋两个一齐揾下灯嘅开关。但系你系咪好害怕昏暗嘅时候掉手会受伤啊？系我害怕，佢有预知能力。咁我自己去揾咯。多谢你，要你一个人真系好对唔住。冇嘢，我完全唔在意。你做好心理准备，一齐去揾。就得噶啦，多谢你嘅谅解。虽然我都想同你一齐揾啊，但系恐怖阻止咗我而家连企喺度嘅力量都冇啊！少女嘅脚步声离我所在地方越嚟越近，佢咪想怼冧佢啊？脚步声停止咗，佢而家企喺我后面。我听到你嘅脚步声，你而家喺我后面啦，系咪啊？画个面字，我就喺你面前，系咪啊？因为要掩盖自身嘅恐惧而脚软企唔起嘅事实，我情不自禁讲咗啲咁奇怪嘅嘢。而且我耳边突然响起一盘好低语嘅声音，咪仲想逃跑？语音落地嘅瞬间，时间都跟住凝固，仲使逃跑咩？我冇听错，佢真系讲呢句，仲想逃跑咩？呢一句系我一世都唔想再听到嘅嘢。唔通佢知道我过去玩失忆啊？又系了解，不愿意再谂逃避咁多次嘅过去。但系无论点谂，呢啲事情都系冇可能嘅。恐怕系一直咁得闲，系冇帮手叫我放火。吓？我先至唔会走啊！我就同你一齐去揾，之后就慢慢起身去揾翻灯嘅开关。OK，佢今次有埋声效，好多。OK，我而家就开灯，我轻轻揿上开关。瞬间光明就冇晒成个房间啦，之后我就系见到嘅，我面前有一道门，总之揾到灯就得啦。呢度好似有一道门，我哋去睇下。佢系咪走咗出去？定系算啦，我哋快走。哇，锁咗！呢个系佢好似写咗啲嘢。应该系只有佢写咗只，只有光明所在之处才。哇！佢个才字真系好难睇啦，才有让你走，走，
鬼知个钱喎，搜出呢个房间嘅嘅锁匙，咩意思？系咪要我哋睇下个灯胆 ？OK， 点击房间你在意嘅地点，就会获得翻嗰个证据，即系嗰个道具同埋证据啦。之后咁揿佢个剪影就可以同角色对话。哎，得啦，呢个我都知啊。应该呢度。喂，唔热嘅咩？呢条系锁匙，我突然间发现锁匙，锁匙点解会喺度嘅？唔会用嘅咩？好热嘅喎，佢拆门开咗咯，应该可以出去啦。我慢慢咁打开，终于开咗啦！哇，今次终于有，佢今次有埋动作咯，冇。佢正好多科研游戏系冇嘅咯，佢就一个人咁样冻喺度，最多会转下表情。呢个叫心微笑。OK， 咁而家最后一栋都开咗。哇，佢个样好正咯，咩料？又喺我面前嘅更加丰富大厅，同埋几个陌生人。你都系俾乜人？俾乜大道？呢条友叫做咩？高山真纪，系山村，应该系光字啊！我唔知读边个字。咁我哋应该曾经读翻同一样嘅事。咁系佢发生咩事啊？我呢只嘢好正，佢对耳仔识喐嘅。神木率系率。我都唔知道，你问我都冇用噶。好正喎！佢系走现代风咯，咩料？大家醒嘅时候已经俾人发现咗，大家喺度。呢个友叫咩？翻田伦太郎。系咁啊。OK。喂喂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嚟到恶浪游戏。哇！请大家快一啲，坐喺写住自己嘅名嘅凳上边啦。然后个个疑惑咁企喺原地，等阵大家啦，照住我讲嘅嘢要做啦。少废话，呢个小岛健啊，唔好再讲咁废话啊！我警察啊，边个你系咪警察啊？咁你要点样先放我哋走啊？既然讲到乜嘢都唔听嘅话，就可以送你惩罚咯。我净系俾你10秒时间去考虑，10、9、8。虽然我唔想照佢嘅话去做，7、6、5。呢个都系跟住要做嘅嘢好啲嘅话，我好中意呢只咯，佢对眼好正，唔知做乜嘢。4、3、2，我唔知佢做嘅嘢应该会发生啲唔好嘅事情啊！哎，我啱啱而家介绍，我净系顾住佢啲头饰，佢叫咩小公？呢个系秋千个千位，应该系啦。系10，而家对无视规则嘅人进行惩罚。土屋托也。好多个人喎，讲到佢真的会惊你咩？下一个瞬间剧痛，就只好痛啦，痛啊！哇，搞乜嘢啊？好痛啊！你停低啊喂 ！OK， 呢个系另外一个人，呢个应该系我未出过场，米心。死啦！呢个字读咩？唉，算啦，我唔知啊。唔好快停手啊！一番挣扎之后，剧痛停手咯。唉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咁你都应该愿意跟从我哋嘅规，跟从我哋嘅命令啦。推到。OK， 呢个人叫咩？海棠美宝。
咩嚟噶？中央議事佢又擺咗啲嘢，總之都係狼同阿羊。大家好，初次見面，我係遊戲主辦方之一嘅梅利，我係威爾夫。公仔講嘢，我得，其實你個頭都好核突嘅，你知唔知？但話大得可愛就唔使啦。你想對我嚟做乜嘢啊？我喺你嘅脊椎曾經整咗一個發電裝置，你咪講笑啊！真係，我頸後面真係有嘢，硬扯落嚟嘅話，你有可能死喎。都同我乖乖地咁跟住坐喺自己嘅凳度，又哇我數下先，就有11個人，係11個，今次冇人敢無視命令啦。所有人都好乖咁樣坐喺對應嘅凳上面。唉，如果你一開頭唔聽話咪好咯。好啦，回歸正題，而家我哋將會開始惡狼遊戲。之後，我哋面前就出現咗啲卡牌。好啊，有一張你中意卡牌咯，係可以左右你嘅生命啊，非常重要嘅卡牌啊！我想開開聲，大聲少少。左右生命係咩意思啊？但如果同我一樣帶着疑惑去抽取自己嘅卡片。好啦，我揀左下角。咩嚟嘅呢？羊。好。佢唔系想玩嗰啲咩？嗰啲狼人杀啊嘛。啱啱你抽到嘅卡牌有两种。一个系狼，一个系羊卡，一个狼卡，虽然好突然，但系要通知大家，抽到狼卡嘅人必须要杀死一位抽到羊卡嘅人。喂，等阵先，真系狼人杀，同埋我有冇可能抽到狼卡噶？杀死弃子，喂，讲笑都适可而止啊！喺狼杀死羊嘅24、12个钟头之后，将会。召开狼嘅审判会议。Oh my god，好正啊！同嗰个咩？同嗰个好似嗰个咩咩方言会议啊！大家就会喺度推断边个系杀死羊嘅狼，最后拣一个人去处刑。如果处刑嘅人系真正嘅狼嘅话，咁就叫算系羊群嘅胜利咯。我哋将会为大家打开逃脱之门。即系话，想成为狼嘅人，如果想活下来嘅话，就要不留证据咁杀死狼，杀死羊，读错咗，就要进行嫁祸。羊就系睇穿狼嘅真面目，解开逃脱之门。我哋要赌上彼此嘅性命，逃离呢度。如果狼冇杀死羊嘅话，你会点处理？我觉得会死咯，冇。如果狼冇，都话噶啦。如果狼冇杀死羊嘅话，就算违反命令，到时候都会无条件咁样对狼行刑。哇，咁都得嘅？呢个应该涉刑事，我见到佢只手系揸住个 cam 噶啦，好冇？好，所有规则已经讲晒啦，祝大家好运。讲完之后，叫回你同埋威利夫嘅人啊，我就消失咗咯。搞错啊！举报人系咪黐线噶？竟然叫我做啲咁嘅嘢。呢一点我哋仲未清楚，永井师，我哋啱啱仲未见到佢。佢话处刑咗狼之后，就会帮你哋打开逃脱之门。佢咁讲，佢好有怀疑。我想问一问咯，今次嘅狼系边个呢？突然间嘅提问令到所有人沉默。我回答。
都系正常嘅话。反正呢啲互相欺骗嘅游戏已经开始咗，哇！我 feel 到佢个样。总之，大家唔好惊住先，一齐整理下而家现状啦。讲得啱，唔理家情况嘅话，就乜都做唔到嘅。的确，咁让你离开依家房间先咯。打开依家房间嘅门，之后连接嘅更加奇妙嘅房间。呢度系，我装修真系令人哋好唔舒服啊！你强迫症啊？等阵先，大家可唔可以听我讲两句啊？好似啱啱咁讲嘅话，我系一个警察，我嘅安全先会由大家嚟保护，所以请大家放心啦。我覺得你好似狼咯，好冇？有警察喺度嘅話，應該可以安心嘅。唉，但係你都有可能係狼喎。講得啱。咩喎？你邊度可以咁樣行去噴人噶？咁你可唔可以證明到你唔係狼？你哋好啦好啦，唔好咁樣一開頭就喺度鬧人哋啦。如果喺度打到頭破血流嘅話，唔係正中鼠患科嘅下懷咩？大家唔好打交，和平啲相处啦。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嘅话，一定可以喺度离开噶。我觉得，讲真，我相信，我有少少唔想觉得佢系杀，佢系狼咯，冇。一睇就知系个宅女，切，即一栋诶，即系立呢种 flag 嘅人啊，多数都死得好快噶。反正啊，嗰个和睦相处嘅人，和睦相处系最重要嘅。就算和睦相处，狼都系会杀死我哋当中某一个人啦，系咪？我觉得大家都唔傻，唔会真正咁样去自相残杀噶。但系狼唔杀死羊嘅话，应该会直接遭到处刑。咁如果你咁讲嘅话，咁狼唔去杀人咪得咯？但系狼系想生存噶嘛。但系如果佢，推即系俾人推断到嘅话，佢都系俾人杀噶。即系马手其实咧，做狼嘅几率系一半一半，即系每人要杀一个咁样。之后可能就最后咧，我哋嘅作者咧，唔系佢特登整单数嘛，单数意思即系会有一个人会存活，嗰个时候应该就系我哋啦。我哋冇估错嘅话，继续啦。系咯，如果呢个可疑嘅人啊讲嘅系真嘅话。狼都有可能会杀死我哋其中一个人噶，大家再次沉默咯。切，静晒有咩用啫？我哋睇嚟睇代咩嚟噶？好咯好咯，探索好似好开心，我觉得好乐观嘅，都好嘅。但系单独行动好危险，大家一齐咧。大家一起去探索，但系唔系喎，是一个人啫喎，一起去探索应该会好啲嘅。OK， 请多个指教啊，关世雄。好，咁我哋第开个快啲去搜索啦。为咗以防万一，大家小心啲。我想呢度乜嘢都发生咗，唔奇怪。啊，之前唔系喎。是真的十二个人喎，因为是唔会影到，唔会影到我噶嘛，勾我张图一定唔会影到我噶嘛，系咯，即系我讲嘅嘢可能成立咯，我真系好似方言游戏咯，好冇？喺成个地图入边咧，去揾证据同埋道具啦，喺下方言游戏上呢个位，免费开放新嘅故事。The Beside Story 追加新的故事，查看详情，购买应该是用钱系嘛，真钱。好啦，我哋周围睇下先，我哋睇下个浴室，左右滑动荧幕就可以见到成间房嘅全景。好嘅，真系唔想条片过三十分钟，我哋过咗一日之后先至，我哋过咗一日就应该完噶啦，成件事可以。呢个系
托呀，系托我啊，唔知啊，求其啦。最近少有名气嘅舞台嘅演员，话佢真系坐船坐得好离谱。系哦，哦呢、这个字系出道之后嘅状态，即系随时系啦，你自己睇。OK，混账，点解会遇到咁嘅事喎？仲好多工作喺度等住我噶。我记得你系艺人，系啊，我先见到下一部剧，个时间有暂停咧。我一个宅女，大学生，佢21岁，我以为佢10几岁性格好狡猾啦，头发落嚟，仲有刺身同肉身啊！呢、這个室内嘅装饰真系好渗人，好似有水。但呢度嘅环境真系应该可以生活到。边个想喺呢个地方生活喎？只有冇出口。我哋睇下周围啲嘢先，所有用品，仲有小孩子嘅玩具。OK，用得非常之小心。边个咧？呢度冇细路。凡人，我唔知啊。得啦，我真系唔知呢字点读咯，冇。反正好多嗰啲细叶仔，总系有好多。同埋佢每揿落去嗰下咧，系有嗰个狼爪嗰个样嘅咯，咩料？呢一个应该唔得喎。我哋出去啦，厨房。睇下先，初中国语老师。OK，厨房好大，仲有红茶茶具添。不过我落游戏厅系真系危险喎，真系发生凶杀事件咩？唔知道，我都觉得好搞笑。嚟将啲详细记录记喺日记度啦。我记得系国语老师，真系好认真仔细嘅人。系刀啊！你唔好收佢咩？IT 界嘅高手青年，我仲以为科学家咯，冇。呢啲食物应该够食一阵，不过点解我哋会俾人聚集喺度个？好唔错嘅场地，呢个橙红色箱，笔记、菜谱、手写，条条都写，真系整理得好仔细。OK，睇下内容啦。两个人都好似喜欢吃汉堡肉，多啲放肉球。姐姐好中意放咗奶酪嘅，即系芝士啦。小可爱中意加个荷包蛋。为咗健康，一定要加。哇，佢个胡字系苏个胡咯，好冇？胡萝卜同埋青椒，字色写得好清晰。OK，但喺度发现佢真系有少令我可怕。OK，位置一半系空嘅，啱啱可以藏咗一个人。哦，即系如果有人想杀你嘅时候，你可以喺呢度咯。佢意思系咁，应该冇噶啦呢度。我哋行图书室，我跌咗书落地唔正常，好正常咩大佬？咩？好似系剪报，好在意我睇下啦。贴住便利贴系便利贴，睇下第一页先咯。著名嘅连续失踪事件真相大白。几十年前曾经发生过嘅男女失踪事件，被害者甚至有十几人。一化市场发现几具遗体，
一处分男性的遗体并没有被发现，是不是可能是前一届的恶狼游戏，这个跟这个游戏有没有关系呢？我的原理知的情况太多了，我到底下文迟些再读啦。好不幸的精神科医生，他好崇拜黑，等先。哦，我知道那边个，那个 Black Jack， 我知道那个人，但我知道他，但我不知道那套嘢讲乜嘢，好似讲咩阿童木嗰个啊嘛。原来仲有一套消失，但系个头真系好正，但系佢个样唔讨喜咯，好冇？居然仲有医学书，我记得你系精神科医生，系啊，我要揾可以出去嘅地方，你揾唔揾到啊？仲要揾到我哋室，我哋第三层睇下啦。原来呢个游戏就系上咗各种各样嘅人，哇！原来公司唔同，可能之后有用，灯又冇，冇，做漫画，女汉子小春，李律师，我冇估错啦，一定系31岁。OK， 而家房入边真系有好多法律相关嘅书籍喎。讲起嚟，你系律师吓？系啊，我喺法庭入边都冇试过败诉过。我系咁啊，我有时想喺呢种嘅情况下都系咁冷静。我觉得佢系狼嘅几率其实都唔算太高。我哋睇下客厅啦，客厅冇人。羊同埋狼。哦，咁错真系唔好意思啊！摆住几本书，因为图画书睇睇狼同埋羊。好耐好耐之前，一匹狼同埋羊，羊系一个好朋友。有一日，佢好似之前咁玩，之后发现一年之后喺度盯住只狼。羊因系狼挥手，但系就冇勇气，冇发发出声音。佢觉得。提醒我，我喺自己嘅杀啊！佢蠢噶，佢黐线噶。于是羊就逃走咗啦。羊眼睁睁咁睇住人哋，睇住狼俾人杀死，跟住再整皮草。羊一直都喺度躲起来，一直都偷偷摸摸嘅生活。从嗰日开始，就后非常之后悔自己逃跑咗。过咗好多年之后。羊一直想忘记狼，但是怎样都忘记不到。某一天，羊走去森林边，见到一只狼，那只狼跟羊说，我是那天被人杀的狼，对不起。小时候的时候，我见到他，父亲是因为你的沉默而死，你本来可以救他，但是就自性不够，我憎你啊。那我见完之后就吃了狼羊了。真傻叉，有啊，我觉得佢带咗时钟，佢个钟指怪怪地。呢一度应该都冇乜嘢，我出一出去啦。第二层嗰、那个咩？嗰、那个方言游戏借得两层咯，佢呢个有三层。佢睇咗呢个武器道具房间。都有炸弹，可能迟啲要用。防毒面罩，几种嘢都有，唔攞分个。哇，可以毒死人哋啦！系刀啊，有绳，有十字弓。应该冇啦。
正咯，佢嗰啲勁。我睇下呢個先，佢頭髮好正咯，真係。但係出生年齡好似27歲，因為長，因為長期都喺屋企，所以冇咁嘅勇氣買新衫。每日都會舉辦儀式，最市場嘅事情就係占卜，係占卜，真係。猜到啲蘿蔔白咯，好唔好？依家講真，人客真得好開，好放心喎。有 pickle， 同埋真係好似中意病咯，好唔好？睇下隻手，又整咗啲咁嘅唔知乜鬼嘢，睇得求其嘅算。咁多乜嘢？哇！仲有識講過，好似可以。隨時隨地咁玩翻平時嘅儀式，之後去揾下儀式需要嘅嘢咯。儀式唔同人係維護，除咗你嘅小公主仔啦，見你著住校服嘅學生，唔係我唔知道，喺我隔離嘅我而家已經27歲啦。啊？我冇其他衣服可以著，所以就一直都著住校服。點講好咧？我已經著私人問題，對唔住。記者，依度係傳聞室，似乎唔能夠出去嘅地方喎，我哋快出去啊！工作未做完，我覺得你係新聞記者，係啊！如果我活著唔出去嘅話，咁我就可以寫啲勁嘅時報消息咯。OK， 呢個我一陣都要解鎖。哦，有啲眼喺度，唔怪之我覺得似曾相識啦。嚇、啊？睇下先，好好厚嘅書。咦？呢本唔係我小學時候嘅相冊咩？點解喺度？認真嘅話，暑假仔都會有呢、這個，點解？呢个系一个人俾人踩，而我先都唔知会点样。我点解会咁样？你霸凌佢？点解想收喺度噶？我玩游戏嘅主办者究竟边个？我大佬一片空白，完全太多，令我难以接受。只可以将个相册摆喺度。唔通系喺屋企度偷翻嚟嘅？咁你其实觉得？有啲怪，但系等阵先，我觉得系有问题嘅咯。你竟然唔攞走佢，一阵间人哋有证据点算啊？你知嘅呢种情况下咧，哇你都可以变常理嘅。咁样轮到呢条友啦，我呢个警察，同埋呢个咧超级乐观嚟啊！我睇下先，我真可能完全唔知佢谂乜嘢。奇特嘅时尚打扮同埋交流方式系个特征，每一句嘅句尾都会加个常人嘅语气，一直悠哉悠哉咁样。但系提出嘅意见都非常之尖锐，成日令到一注意到系18岁女。啊，得啦得啦，你见唔见到鱼缸啊？啲鱼缸真系好大啊！鱼池入面会有啲咩鱼呢？食鱼？你啲设施真系好劲啊！啊，系啊。又点解可以咁开心噶？因为系狼，因为我又揾到证据杀佢，系一个刑警，35岁，单身狗。边度边度，真系好。佢嗰个心字，我先我用普通话读下先，心心。间嘢本身冇乜嘢，但系唔系喎，我真系分唔到佢读音咯。因为离开呢度一定要逮捕嗰个犯人，呢个人就系警察嚟噶，一睇就知道黑道啦，系咪？记得你系警察，系咪？冇错，揾到啲咩可疑物品可以讲俾我听？有警察喺度，应该系放心啦。少年，你太天真啦。OK， 讲就
个植物园啊！黐线，佢虽然写咗植物室，但我冇谂过佢入边系咁鬼乱嘅咯。之后我哋 check 下第三层大房间，有一个好大嘅包。OK， 即系一堆男仔住喺度。OK， 好、哦、有医生嘅风格。律嘅行李啊，唔好意思，我掂咗个麦。曾宇先生，曾宇小姐嘅行李，系咪用手机？呢个，OK， 病房，佢依家真系叫做病房，依家唔系叫，依家唔系叫睡房。佢嘅行李，明白。律师嗰条友 ，OK， 即系微笑小姐 ，OK。咁我啲行李咧，死啦！呢度真系，我啲行李唔见咗。系，我哋从头到尾好似冇见过一个人。啊，我揿错咗。我咧点解再 check 多次先？至少有人你会翻翻你真正的真实。我听唔到嗰个词，我就见到模样了嘛。几个人喺模样。佢系吓住，感觉好吓人咯，我唔知道啊。入面有鱼缸、三字响，佢，哦，咩嚟啊？系呢个？是我心啊！睇呢个嗰个字系咩？所以我听唔到。我只有真恶心垃圾犯人证不准落学校，但系红色嗰个字迹我真系见到。之后仲有白花，我做为三支香，睇住觉得唔好舒服。入边仲画咗啲图啊，啊柜桶有嘢啊，写住系招待卡，上面写住乜嘢呢？冇啊，美乐呀。是去睿智定系咩？哦，死咗啦！翻成日都好难过，所以谂住纪念派对，睇先纪念派对。我觉得呢个嘢真系怪怪地，真系好过分。我哋睇到系真系个的字，哇！佢真系成日噶。字字精字个字喎，系至少人们你们察觉到自己真正的模样了吗？真正的模样系咩意思啊？你想讲俾我哋听啲乜嘢啊？呢一层有其他房，我哋一齐跟去睇下啦。好啦，我去先咯。哦，好啊。OK， 招待卡，黑板上面。故事得到发展咯，想睇下三柱香。哇塞，放咗一些瓶子。哇，手入边咧其实装住咗啲嘢，烟炉开住，咁跟住竟然仲准备啲咁嘅嘢。呢个飞镖，啊，我仲以为飞镖，唔好意思，十二星座。十二星座真的很怪。好，我跟住佢啦。哎呀，算啦，我哋今集就去到呢度收尾先啦，因为我知道再拍落去一定会超，一定会长到唔可以再长噶啦。咁我而家连第一章都未睇完，我而家啱啱净系揿晒所有人物嘅嘢啦。好。啲窗全部都住晒，梗系啦，费事走嘛，睇嚟呢度都走唔到出去。
系啊，我哋去揾下先。我要而家揿得啦个位。咦？突然间有一沓纸。唔好意思，啱啱有人打断咗。点解呢度会有呢、這个？上面写住精神科。嗰条友，我精神科医生。大家俾大家睇咗先。系啊，大家应该探索完噶啦。我哋翻返我哋身边咯。我俾人打断咗，连续两次。O K， 我哋继续啦。但我哋探索完之后就行翻去客厅啦。O K， 病历，事情都有发展咯。O K， 对时间捞，大家发现咗啲乜嘢？糟糕，楼下完全冇任何可以打开嘅窗或者门，呢、這个我都知啦。呢边厨房嘅冰箱有啲食材同水，你哋负责探索嘅二楼，我哋负责探索二楼都冇可能逃脱到。第二楼有一个可以摆住好多 ，O K， 就好似头先话俾我听用呢个杀人咯。所有人都系人类人妖嘅沉默中，三楼嘅情况一样，都冇任何嘅出口。不过我哋揾到一个好似学校教室嘅房，佢个黑板写住至少让你们察觉到自己真正模样了吗？真正模样是咁系咩意思？呢个系咪逃脱嘅提示呢？我哋做喺病房入面揾到呢样嘢，系医院嘅人病历，病历，呢个唔系我患者嘅病历咩？哦，真系，点解患者嘅病历会喺度噶？系行到医院度偷翻嚟噶，越嚟越奇怪咯。你仲问一件嘢，好奇怪嘅嘢。喺张台嘅，佢将个喺个火车嘅台上面放住一个花樽，但系嗰张台写住啲好过分嘅嘢，放住一张好奇怪嘅招待卡，吸锐系读个锐字定系阿鱼，系富裕个鱼，鱼也鱼也军死掉啦，喺班上面同学都非常之难过，所以谂住朝佢话纪念鱼也死掉嘅。纪念派对，大班上所有人系咩料啊？瑞亚究竟系边个？系当中应该冇人叫瑞亚啊嘛？如果系恶作剧嘅话，会唔会差咗啲啊？点解硬系觉得好似边度见过呢个名字？真系迷影重重咯。总之结论就系、是，根本就冇直接同你呢度嘅路，系咪？咁我即刻要点啊？落。有可能殺死其他人嘅話，而家最恐嘅地方就係武器庫。為咗防止個有人會將武器嚟害人，我想睇住武器庫。好可疑啊！喂，你誤會咗啦，我為嘅大家安全着想喎。你咁啦，你同我一齊看啦。你講我？我冇所谓噶，我唔怪之得，因为有个也字，我但系出嚟听落去就好麻烦。多谢你哋，咁我而家应该安心翻啲啦。我哋单独进行行动，唔得，大家一齐行动会安全啲噶。无法信任嘅人一齐，仲会唔会更加危险啊？我会保护自己，唔使你担心。啊，又有人立 flag 啦，真系勇气可嘉。咁我一个人进行搜索啦，会咁噶？咁大家要分头行动咯。冇事，我同你一齐啦。唔好惊，我唔系狼，你放心。但系有两个，其中两个人会恐怖咗啲啊。最终我哋全部人都觉得分头行事系最好嘅。唉 ，you play me？ 你多人拗完交之后，仲可以咁样？几个钟有，
我选择喺沙佬嘅大堂厅消磨时间，除咗我之后，其他人都喺度休息。杀人事件好似仲未发生，正在度无聊嘅思考，一阵间系做乜嘅时候，老少平安发出悲鸣声。边个喺度嗌啊？最初嘅狼蛛行动咗，佢快速嚟到边嘅所在地植物室。美少坐喺度，佢，Oh my god， 死咗啦！佢俾狼杀死咗，呢个一睇就知，即系话安乐游戏先开始啊！咁快就有羊俾狼杀咗咯，吓死我啦！咁根据规则，12:00之后就会进行狼裁判咯。大家12:00内等线索，睇下边个系真正嘅狼。拜拜，再见咯！心跳声渐渐加快，放大。我谂佢最初嘅杀人事件真系发生啦。虽然全员都摆住一副无辜嘅脸，但系我哋一定有存在。哇，佢对眼好认真，突然间，我谂你真系真正开始，真正开始咗啦。之后我哋嘅船员就开始搜索翻啦。OK， 我要停一停啦，唔好意思啊。喂，咁我啱啱睇完广告啊，知唔知我其实我已经第二次及广告啦。我啱啱其实系发生咗咩事呢？啱啱系跳咗出去嘅，可能系部手机太热嘅问题，所以我继续啦。OK。探索正式开始。OK， 而家先探索开始。No no。OK， 我想睇一睇个案发现场都发生咩事。要出血量可以破第一先生，空气古应该是刀嘅一类。我的警察早就讲咗系尸体啦，不过发现佢系边个咧？睇呢啲系睇唔出噶喎，系啊。首先我要揾翻我系做空气嘅利器。哦，我知边个。Okay， 故事都有发展咯。之后咧，睇下先。之后我肚好唔舒服，我觉得佢有少少似人咯，但系一定唔系佢，可以排除咗佢一定唔系杀嗰条友嘅人先。冇嘢话，人哋录音机嘛。OK， 得啦，好古彩个依家，把刀冇攞过啦，系冇理啦，揿住先。系啊，唔可以随身携带武器嘅。Yes， OK，Understood。你睇下防毒面具先，防毒面揸出嚟仲嘢都有。系，讲得冇错。OK， 我哋睇一睇个新人演员去咗边先。同我入咗去之后咧，佢转咗位置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做乜嘢？我帮小雨嘅灵魂升天。
哦，系，我就出精神，你唔好同我讲嘢，唔好意思，好奇怪啊，都系唔好接近佢啦，成个身都冇咩可以藏身嘅地方，哦，但系佢件衫唔系应该有血迹嘅咩？照片，应该点啊？就咁样放返返去 ，OK， 啱啱先发现到，原来有啲咁嘅嘢，我睇下先，拜拜，系呢个故事系演员，廿四啦，咁都瞓得着，喂，咁就完事啊，合理啊，我想睇下先。油渍，你确认系油？我觉得个犯人真系有少少似系阿美少喎，有可能咯，因为美少小姐有冇事啊嘛？冇，我饮啖水，心情已平静咗好多啦。多谢你担心我，你唔好勉强喎。OK， 啱啱睇过噶啦啲笔记。OK， 之后揾到佢，睇下浴室先。OK， 系边个？我觉得呢个好似个咩？嗰、那个之前喺方言游戏咪有个肥宅嘅，嗰条友去厕所嗰个样咯咩料？俾我食一食，我肚唔舒服。OK，fine。会潮湿嘅木堡，啱啱冒完血嚟嘅话，健男先生出，你喺厕所唔出嚟咯，咁咪食埋肚咯。嗯，讲唔好喎。啊系喎，健男先生好似琴日都系咁样缩喺厕所度噶，可能因为压力太大，肚痛啦。哦系啊，点解可以讲得咁轻松？我觉得好有怀疑。哦，哦，可能有人俾泻药俾佢食，犀利唔稳 ，OK。系，我从琴日开始个肚就有啲唔舒服，少少肚痛噶。你冇嘢啊？冇，应该系因为环境搞到咁样啦。OK。最大可疑应该是他啦，佢醒咗未？未醒，可以令到故事剧情发展啦，好唔好？冇嘢啊嘛，你个面色好似好差喎，多谢你担心我。我精神上有少少睇不消，我饮水，你唔好勉强喎。OK， 我先过睇下先，个记者点会喺度？咩？啊！依、這个我讲过系收款记者，我发现我唔出奇啊！我啲经验都会喺度噶，真系有少我心喎，的确真系有啲。等先，佢嗰个字系读心啊嘛，系咯。但系我都系浅查一查字典先。OK， 呢度我都睇过晒啦。我睇出版室先。OK， 我、呢个人佢喺度嘅刀冇俾人用过。OK，fine、這個。呢个咧，一个都有球员。哦，呢、這个老师。我觉得如果你想攞到狼嘅证据，调查遗体系最快嘅捷径，唔知道会揾到啲咩蛛丝马迹。佢个样点知道佢唔似死嘅样，好似瞓着咁样。你唔觉得咁咩？
啊，佢非常非常平静，听日小鼠瞓着咗，会唔会俾人灌安眠药？系个小姐嘅问题。Fine。 姨妈食。OK， 而家轮到佢啦，呢个咁嘅合法落嚟。啊，真系烦死啊！系攰死，唔系烦死，啱啱睇错咗。啊，边度搵唔到狼嘅证据？休息一阵先啦。喂，唔查。合理啊，教室有鱼缸会可以咁浸死人哋呢？病房，我一日喐过咯，网窗帘可能迟啲仲要有用，佢嘅行李。喂，唔查等下先啊，我哋 check 唔係，我从头到尾都冇见到有一个人嘅袋，就係、嗰个演员嘅袋，係咪呀？唔係，好似係精神病医生啊，唔係喎。OK， 唔係C 先生嘅行李，佢有潔癖咯，冇。係，我真係從頭到尾就冇見到嗰個演員嘅包，我唔清楚，因為我真係完全唔清楚。我想 check 先，應該係客廳，佢將個袋應該擺喺客廳。唔係喎，有 check 過客廳喎，叫醒佢啦。啊，做咩啊？难得我瞓得咁熟，唔好意思，我就想问一问，琴日冇起床嘅情况，冇起床，系咪？系咪你同健男先生两个一齐看守啊嘛？系咪啊？哦，系啊，之后咧，看守嘅时候，健男先生有冇去厕所啊？我讲起嚟，佢好似有去喎，系咩？嗯，你系咪围紧我啊？我唔好怀疑啊！在去厕所的时候咁短时间，我怎会杀到人啊？而且我有不在场证明的，不在场证明，我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戴眼镜卷毛大叔他来过武器库的，你问一问他啦，就知道我一个人的时候都有好好看守的了，是这样的，我快走开咯，还瞓死了，不好意思，是咩？有人见到一个人看守，唔知系咪真嘅咧？不如验证下咯。OK， 明白。系喺厨房。啲死咗人啊，搞到混乱啦。嚟饮啖水啦。我搵乜合适嘅刀，但系搵唔到。用嚟空手嘅刀，唔系啊。我都想做啲乜嘢，啊唔讲得啊！我话我唔会做啲危险嘅嘢嘅。OK， 图书室。写到消息的时候，但系点解我写嘅报道会喺度？讲真啦，而家真的很难下到定论啊！嗰个精神病医生亦同你醒，唔系精神病医生喎，黐线，我做乜嘢？阿斯医生做咩啊？关于同埋看守嘅事。有演员，我有先生读手独自看守的时候，系咪嚟过？系咪去过嗰度？系我去过。
算系一个人开车嘅时候，我唔知道。我身为睇佢一眼，发觉佢好认真咁开手，系咁啊，多谢你。大家好认真咁推理啊，所以我都调查为睇咯。我发觉一件好在意嘅事情，系咩事？就系仔细发觉为睇嘅时候，你会觉得系完全冇真得佢痕迹噶，系落咗安眠药啊嘛。普通嘅凶手系咁嘅咩？的确系咁，你觉得好有道理，佢头发都好整齐。嗯，呢度会有啲肿大啲，血迹遮住咗，听唔清楚，真系喎，有少少唔知点嘅肿胀，系咪整晕咗佢啊？应该系整晕咗佢。O K， 有咩擦咗血迹好呢？哦，我见到啦，我知喺边度啦，喺隔房。啊，唔系隔房，唔好意思，病房。O K， 唔系喎，煲哦，系喎，唔系喎 ，You play me？ 呢度好似有把药，就算头痛死你，有啲止痛嘅药啊。唉，真系，我觉得有人落咗毒咯，好冇？我在哪里拿呢？我还以为在病房。哦，不死了，我经常将那个，我真的经常捞乱的东西，我经常将那些，我真的很难记人名，经常记错。啊，我入过来了，上麻烦饭。OK， 都具意外的有可能哦。这个毛包图书室我们看一下先，好似有很多咒怨和占卜的书，很开心哦，我继续留在这个书的室咯。天维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做咩啊？唔好意思，我搵紧毛巾同埋布巾啊，你有冇见过？好似伊诚嘅某个地方见过，但系我基本嘅都靠唔住啦。对唔住，唔使一齐喺度道歉啦。多谢宝贵消息，你真系精神有少少问题。哦，我知啊，呢一度我记得啦。故事得到发展咯。我想想在哪里见过呢？云吉，这些都要记低的。你都写什么？我写日记整理事情。你说我过来做什么啊？那我来看看，我来擦走血迹看看啦。当时你没过来，我来擦下啦。擦走血迹，因为哦，有人注射。应该是精神病，精神病医生，我觉得注射针孔跟我估一样啦，不可以哦，是不是狼注射啊？但是空气不是刀具咩？是咩事实的嘛？因为整晕佢，故事得到发展咯。都话呢，呢度是储物室。看一看先，OK， 呢个发明奇妙牌子真系估唔到想做啲乜嘢，好似一直都缩喺度，我谂住喺度找落，嗯，佢真系好奇怪，真系冇刺激好啲，好啦 ，OK， 离开，我哋睇下病房，哦。就有注射器，而且仲俾人攞走咗一支。我哋问，果然系注射造成噶，即系有人同佢做注射啦，应该系狼做噶啦。但系点解会咁样噶？啊？入边仲有，
同我估一样。喂，做乜嘢啊？我大条嚟偷偷咁做乜嘢啊？冇嘢啊！我睇下你藏住乜嘢，真系冇乜嘢啦。我唔系欧元入咧，仲用咗几个？你唔系罗啦嘛？俾人怀疑翻转头添。俾边个食欧元嘅？系咪啊？我啱啱喺度发现一个安眠药啊嘛，哦，你啱啱揾到啊，就信住你先啦，我冇拣错，做少翻少少可疑之举咯，系，我注意啦，太好啦，冇俾人怀疑。讲翻转头，啱啱喺间房我见到有血液包。有条有吸取血液，都会唔会啦？如果真系咁嘅话，真系好恐怖喎、啊。嗯，咁我哋去睇，我哋再探索下呢个房间啦。OK， 明白。事得到發展咯，嚇做乜完？但係咁鋪墳唔到邊個喎？所以我撳落去啊，我唔撳啊。我想睇埋，我想睇下有冇啲彩蛋啊之類嗰啲，我想搬咯。咁就過咗12个钟啦。但係我覺得最值得懷疑係嗰個醫生咯，或者。我唔清楚，但系先唔知道，都刺杀佢嘅咧。但系咁样就准备完，但系咁样铺垫唔到喎。哇，到狼审判嘅时间都唔知边个会俾人当系狼咁杀死咧？到狼审判嘅时间咧，咁而家要揾到狼同埋输赢啦，梗系要做好啲心理准备。OK， 我翻嚟啦，唔好意思啊，啱啱有人打断我，吓死我。OK， 睇下先，唔系，啱啱错角，之后呢度，啊，揿错掣，关闭，黐线，吓鬼死我。我睇一睇先，因为我觉得佢有一定嘅怀疑成分。我未瞓好，我中意瞓啊。OK， 睇下先，我有12个钟咯，结果都系搵唔到做空气嘅嘢。等先，我觉得空气有可能。我啱啱喺储物室度见到张凳。唔系，依张凳唔关事，唔好意思。我都未准备好，点算啊 ？OK， 我搞一揿先。我审判觉得好恐怖。哇，同个方言游戏差唔多啦。搞错咗。OK， 揾咗啦。真系俾人狼审判啦，狼究竟边个啊？Okay， 我觉得可以揿嘅都揿晒啦，开始狼审判。狼审判准备完毕，好咯，时间到啦。距离实比狼杀，距离狼杀死羊已经过咗12个钟啦。而家就要开始翻狼审判咯，真系要开始啊！而家净可以听呢条友讲嘢，冇办法啦。我唔想食电脑啊！喺狼审判入边，大家要推理下边个系真正嘅狼。然后选择可疑嘅人，将佢当系狼咁处刑。
即系话而家将会有一个人死。系，揾到边个系真正嘅狼，逃脱之门就会开启，就会期待大家嘅荣推理。咁第一个狼审判开始。狼审判开始哟。OK， 又系同嗰个方言游戏一样啦。好，得 understood， 真的要开始了。我估啲谂啦，逃避都谂到任何嘢。翻下面除咗揾到狼之外，有冇其他嘅逃脱方法啊？系啊。咁杀死美宝嘅究竟系边个？我哋整理一下现状先啦。经过调查，美宝小姐好似喺植物室嘅植物室入面，因为胸口流血过多而死嘅。点解佢讲？点解佢仲可以咁开心嘅黐树？但系现场好似冇类似空气嘅嘢咯。遗体系李少发现嘅，听到悲鸣声，我哋就立刻赶到现场。唔通你哋冇发觉线索一类嘅怀疑咩？冇啊！呢个情况下，狼一定会留下明显嘅证据咯。而且揾咗咁耐，连空气都揾唔到。搵空气啦，你哋系啊，现场诈骗咗一部噶，其他人好似搵唔到空气咧，咁错嘢。空气系利器啦，例如呢种沾满血嘅菜刀，因为坚哥啊，我搵咗好耐，但系搵唔到啲咩沾满血嘅利器喎。可能系狼行通之后将空气洗干净，摆翻去原本嘅位置，有可能系咁样。咁呢度有边啲常见嘅可以当利器嘅道具呢？常见嘅应该系厨房入面嘅菜刀。啊，系喎，厨房入面嘅菜刀。只用菜刀嘅话，哇，好恐怖！只用菜刀嘅话，就可以一声就将人哋怼冧咗。等一阵先，你唔好想咁可怕啦，我都觉得系。咁除咗菜刀之外，仲有冇其他利器存在呢 ？OK。呢个啦，应该野战刀好。哇，只狼嗰个样好正，正确的选择哟 ，yes。就算唔正确都可以睇嗰个 reset。我记得武器库入边好似有啲野战刀。哦，我记得啦，嗰啲野战刀好利噶，有印象嘅利器就得呢啲咋。我哋冇看漏其他嘢啊？大家好认真嚟探索，应该唔看漏。对唔住，唔好成日对唔住啊！唔该，好烦啊！啊，对唔住，最尾都系道咗歉，我哋佢鼻涕流出。喂，好，唔好喺度闹住先啦，我继续讨论啦。而家嘅证据嚟睇啊，犯人一定系用咗厨房或者系武器库嘅利器杀死美宝啦。咁啊，谂一切都好简单咯。喂，等阵先，厨房入面嘅菜刀应该唔系武器。你有咩证据啊？其实琴晚我肚饿，就叫美少帮我做咗啲菜。啊系，嗰阵时候美少用咗厨房嘅菜刀。本来清理厨房嘅系我，但系记性唔好，我忘记洗碗。等阵先，如果厨房嘅菜刀真系空气嘅话咧，今日食紧血。哇！嗰把菜刀就咁掉喺嗰度。啱啱我又去睇一睇菜刀系仲系带住使用过嘅痕迹，所以我认为菜刀系空气嘅可能性为零。切！啊，我都见到啊，厨房入面嗰把冇清洗嘅菜刀啊嘛，咁可以将菜刀由空气里边入面排除咗啦。咁即系话空气肯定系武器库入面嘅野战刀，但系为咗哇！呢个萝莉真系好恐怖，佢对眼。但系为咗有人防止攞啲刀做武器，寻晚应该有人去看守嗰个武器库啦，系咪啊？根本就冇人可以喺武器库入面大摇大摆咁攞走野战刀啩。不如问一问先啦，寻日看守野战咩野战刀？寻日看守武器库嘅人系边个？可唔可以讲一讲个状况啦？
好，应该系佢，我唔会拣错嘅。Yes， 啱咗，正确的选择。哇，好长啊，我觉得。我记得系警察健男同埋演员。等下先，我又唔记得咗呢个字点读啊！求其啦。佢哋两个去看守嘅，系。是啊，是我們啊，昨天我叫我忘記了怎麼讀了，和我一起看守班的武器庫的，當時沒有罕見的人進去，就是說犯人用的東西都不會有可能，是不是啊？因為他們兩個一直都警，即是他們兩個一直都看著的。哇，他們樣子很恐怖。两个一直都在望住，你又知道？我觉得佢好有怀疑咯，咩料？啊屌！我拣错咗，我要睇广告啊！重新选择啦，等我一阵啊，去片。OK， 我翻嚟啦，十秒嘅广告。死人警等警长，哦系，应该系呢个，我拣错咗，唔好意思。但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得嘅，亦是正确嘅选择。已经逼近咗狼嘅核心。等下先，我听讲健男琴日好似又去厕所喎。你咁讲，好似谂起咗啦。我琴日都见到健男先生一直都关着自己喺卫生间入边咯。而且我屙咗好耐，其实唔系屙嘅，系闩咗门啫。等先，我琴日突然间好肚痛。我即刻瞓。喂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啱啱俾人嘈住，唔好意思。我话晒都系凌晨两点，话俾人发现都好正常嘅。虽然只系一阵，但系我去咗厕所系一件事实。咁具体你厕所留咗几耐？我记得不是太清楚，你确认这个是一阵20分钟一阵答你啊，是咯，合法罗你都骂你啦，会不会耐了一点啊？有什么办法啊？我突然间肚痛啊，即是说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在20分钟内自由地使用武器库的刀，可以使用刀的人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唔可以咁错，系啊 ，yes， 啱，已经逼近狼嘅核心，而家可以用野战刀人即系另外一个看守者，亦即系嗰个演员。咩啊？喂，我冇用嗰啲刀喎、啊，我咁错就唔好意思啊。啊，是不是真的？點解你咁慌張喎？廿分鐘內，不管你行通的時間都好充裕啦。我講過冇喐過咯，仔細睇一睇，其實你好樣衰。我確認咗啦，快啲接受處刑。你再講多次，我對唔住，又講對唔住。我始終喺度睇住，我完全冇喐過。咁你有冇證據啊？證據？啊，我記得啦。好，系啊，去嘅时候佢的确系认真看守紧。我同佢对话，大概对话咗十几分钟，即系佢一个人喺武器库嘅时间，净得短短几分钟。系咯，我冇讲，系话虽然净得嗰几分钟，但系我明知道少到咩时候先会翻嚟。喺咁不利嘅情况下，我速度几快啊，都冇可能怼冧到人啦，系咪啊？你讲得有道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野战刀就一定不是武器啦。那狼是怎样进行刺杀的呢？有其他尖锐物体吗？如果单纯尖锐物体，我可以走廊里找到这个。给你。玻璃碎片还好像画着黑道。哦，这个一定是 Bricker。黑道之类的东西。嘻嘻。那是什么碎片？咁细嘅碎片根本就冇可能怼冧到人哋啊！
咁又系，我都有思绪提高啊。其实我啱啱手术嘅时候，我啱啱发现咗啲好奇怪嘅嘢啊。奇怪嘅嘢系指调查佢尸体嘅时候，我发现系冇任何针对佢嘅痕迹噶。你睇下，喺胸口流咗咁多血，通常情况下唔俾犯人刺中嘅话，佢都会挣扎下噶嘛。讲得好有道理喎、哦，而且佢头发都非常之整齐，睇嚟喺毫无对抗之下俾人杀死。犯人有冇可能系喺唔注意嘅时候刺中呢？咁就劲啦，写得忍者先可以刺得咁准啊！我串得好，呢种嘢好难做到啊！啊，系啊，核心嘅突破，佢不是因为利器而死。我冇咁 ，yes， 啱咗，已经逼近勒龙嘅核心，一个。你真的认为美宝是被利器刺死的咩？啊，佢胸口流咗咁多血，你见唔到噶，一定是被人怼冧噶啦。睇下行上去，谁都会觉得是被人刺死的啦。但是根据目前推理，无法借用空气的状态。OK， 咁佢身上是做乜嘢？好啦，唔好再讨论啦，直接搬尸体过嚟睇啊，咪得咯。咁我要。意识召唤他，让他复活吧，系咪黐线噶？我好想情况下，你先系最危险嘅人物，我都觉得系。讲得冇错啊，而家仲未有人可以仔细咁调查个尸体啦，我仔细咁调查过咯，冇。因为血迹集中喺胸口，所以我先要以为自杀，系刺杀啊，唔好意思啊。男性阵营不方便嘅调查咗我同埋真嘅小弟去睇下啦，都唔该晒你哋啦。血迹都系集中喺度啦。啊，系喺胸口，啊，真系、哦，真系冇伤口，系呢啲血迹好明显，就咁洒上去。你哋唔系而家先知道啊？你混吉啊？佢俾围队友好得意，咁可以确认美宝唔系俾人刺杀。狼点解要咁做呢？咁系因为我哋弄错空气，一定啱。最长嗰个多数都系答案，正确嘅选择。好，已经逼近狼嘅核心，狼想我哋将空气形成利器，咁样就可以将怀疑转移到去看守暴气库嘅人身上面啦。原来系咁，哇，有冇搞错啊？原来真系想含血喷人，真系好聪明啊！咁问题咧，咁佢点死啊？有冇啲唔需要空气嘅杀人方式呢？遗体上面冇任何伤口，唔系，其实遗体上面仲有一样嘢非常之可疑噶。呢度 ，yes， 一定啱。其实我想揿下呢条裙，会发生咩事？左手臂有啲乜嘢啊？呢度有针孔咯 ，yes 啱咗，你眼柴见唔到啊？佢左手臂入面有个针孔，真系喎，系啊，喺我抹紧个尸体嘅时候，已经发现咗呢个针孔噶啦。咁个针孔系点样造成嘅呢？加有人注射啲嘢入去咧？注射所造成的，一定啱啦！正确的选择，已经逼近狼嘅核心。五点睇都系注射嘅痕迹啦，的确好似系咁样，亦都系话美宝小姐系俾人注射而死嘅。虽然唔可以咁快下定论，但系身上冇其他伤口，睇怕佢讲得冇错。我清楚记得三楼嘅病房急救箱入面有几个注射器。如果佢置于人喺死地嘅药物咧，呢度好多，俾人注射毒物而死嘅可能性好高喎，系咯，哦，哇，最好可以咁推论啦，原来系咁，胸口嘅血迹即系令我哋误会
你哋系咪见唔到个伤口？你哋系咪智障啊？睇血色吞好逼真，喺边度揾噶？啊，系啊，其实呢个好简单嘅啫。三楼病房入边唔系有好多血袋咩？啊，系嗰啲嘅。发炎之后需要将血袋整烂之后，将佢洒喺胸口度咪得咯。啊，系喎，咁样就可以好容易将嗰个死因伪装成自杀咯。喂，你系老师嚟嘅，咁都唔得。唉，难得快吹，话唔得。我觉得会读到漏口。OK， 总之就系咁样，佢就伪装咗个尸体啦。之后仲要将个怀疑主义对看守好欺负嘅人身上，真系好劲啊！呢种注射器我见过，普通人好难使用噶啦。系一定要对准对方血管，仲要注意毒药嘅使用量。冇错，呢个就系揾出狼嘅重要一点。好显然，犯人就系我估到噶啦。对注射得心应手嘅人 ，Yes， I'm correct， Yo， 啱啦，啱啦，今次应该最后一次啊！对注射得心应手，即系每日都做紧注射嘅人，就得精神科医生米森有，呢个系贿赂个贿啊，啊唔知啊，求其啊，吓咩啊？作为医生嘅我，点会去杀人啊？咁嘅借口系唔会帮你写清嫌疑噶。佢个样好笑，你呢条友想点啊？有可能佢都冇讲错嘅。犯人帮嗰个咩嗰个受害人注射咗好多毒药，但系江鹏咁样，我好擅长去注射，医生嘅一点就可以决定我系狼啦咩？的确，其他人有可能都识得点样注射，比如警察健男先生，点解你会咁谂？唉，话晒啊！警察工作嘅时候都好成日会见到人注射啦，唔系咩？例如毒瘾啊嗰啲，见你见过，但系注射方法我点知道？对唔住，又对唔住，我觉得有道理。虽然的确系注射毒药伤亡，但系因为系医生，所以就话佢犯人会唔会有啲牵强咯？系啊，而且你睇睇佢个样就知啦，分明就系杀人凶手，好唔好？即使我的注射方法点高超，都不会有可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会真正的人强行注射啦。需要注射器杀人咧，会不会窝患咗啲啊？真系活人好难做自愿注射的话，我都系咁认为嘅。如果有人同我注射的话，一定会反抗。咁令到对方动弹不得，唔系咁就得噶啦咩？等先。好醒喎，你真系好醒。咩啊？咁根本就冇可能做到噶嘛？令对方动弹不得。我知道啊。林太郎讲得好啱啊，只要你冇陷入一个唔可以喐嘅状态，就可以进行注射啦。咁你讲下啦，点先可以令佢唔喐啊？安眠药啦，应该我冇估错啩。Yes， 佢个样好正，已经逼紧狼嘅核心啦。你俾美宝食咗安眠药系咪啊？三楼病房入面有啲安眠药，而且安眠药拆封嚟仲用咗两三嚿，系我可以作证，我都见到啲安眠药啦。米森就用呢几片安眠药，令到美宝瞓着再行通啦，系咪啊？哦，我谂起啦，咁咧米森同美宝攞咗咖啡，我都收到米森小姐，小姐系咩料？米森先生俾我嘅咖啡，所以，但系因为我唔中意饮咖啡，所以我拒绝咗咯。啊，哎呀，越嚟越可以啦。仲有啲咩要讲呢？米森，你唔好冤好人啦，今日就冇送过咩咖啡，但我记得好清楚你真系送过。我收声啦，今次我真系冇讲错嘢，系真噶。听你咁讲，我谂起啦，喺辐射之前都饮咗米森攞嚟咖啡，把手喺咖啡度加咗泻药啦。哦，咁你搵唔食口啦。
你飲咗用咗加咗安眠藥嘅咖啡，令到美股可以昏睡過去，之後再幫佢注射直接殺死咗佢，之後再攞血袋留喺遺體裏面，偽裝係由利希刺殺嘅樣子，最後仲要耍小手段將布華爾搬咗去土屋身上。你聽我解釋啊！注射知識以後，同小島同埋美普送上咖啡，你所作所為已顯示咗你係兇手。我個樣好正，我真係唔係狼，我絕對唔係我講的。你冇任何反駁嘅餘地啦，唉，唔好講啦，你應該完啦，係咪啊？睇嚟大家都決定好咯，咁你哋要選擇美心去做今次嘅狼啦嘛？大家冇意見啊？我都覺得係美心係狼，唔會有搞錯嘅。唉，冇啊！既然大家冇意見嘅話，咁美心就會俾唔當係狼咁處刑咯。唔係，我真係唔係狼。冇啊！我話唔到啊，佢嗌咗好多次。狼確認，呢個好似嗰個咩方言識破嗰、那個，鬼正，睇下先佢要撈。都恭喜曬，係咪心成為狼被處刑？點解要恭喜啊？我想問。冇啊！我先至唔係狼，根本就冇殺人。明明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，之后最尾就杀人，真的很衰啊！今次准备了身为医生很相信的处刑咯，好似科研游戏，他又是拣啲好适合他的判刑。喂，健男先生，你是警察啦，是警察，快啲阻止他哋呢个好明显的犯罪行为，快啲拉他哋啊！喂，唔好无视我，你是警察系嘛？判刑正式开始哟！冇啊！咁就判刑开始啦。绑住佢，好正啊！当，快啲食啦！当得啦，全部食晒嘅话，天花板就会停止咯。快食！好慘啊！再來一碗，咩話？好驚你個，死啊！最尾。处刑结束，哇！呢个真系俾人处刑，会唔会可怜咗啲啊？你哋已经冇去担心人哋生病嘅时间咯，而家开始验证处刑者唔系真正嘅狼。啊，系啊，差啲唔记得咗添。如果正确嘅话，逃脱嘅大门将会打开。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未啊？咁原来系验证狼嘅身份啦。大家处刑嘅犯人系狼定系羊？好难拣喎，我觉得系狼。恭喜佢，佢系狼。Yes， 恭喜答啱咗啦，而大家推理一样。呢条友真系一只狼嚟噶，太好啦！我相信仲有，佢同方言游戏一样，有成几只狼。佢为咗防止目标乱咁捉，所以俾咗美宝小姐饮咗安眠药，之后就注射毒药，之后怼冧咗佢，之后去尸体部即系，唔好意思啊，等我阵，去尸体撒翻嗰啲血袋入面嘅血，之后将佢伪装成利希刺杀，之后最尾咧就俾嗰条友饮咗泻药，之后创造出净系得一个人看守武器库嘅情况，让大家嘅重点转移到去看守上面，真系危险啊！但系我哋出色咁样将佢判刑咯，
握手，我哋都会被人判死喺度啦。但系嗰条友都杀咗个尸尾婆，真系自作自受喎。冇理啦，我哋都冇退路啦。三人嘅脸上都充斥住紧张同埋不安。总言之，我哋嘅推理系冇错误噶，亦都系话逃脱之门会打开啦。冇错，因为狼城都未处理完啦，大门亦都会开启。咁就为大家开门 ，open the door。唔好俾我估，一阵间又嚟。随着梅里嘅叮叮声，逃脱之门打开咗啦。我哋争先恐后，将门打开咁逃跑。呢度唔系外面，估啱咗，我冇错啦 ，yes。唔通依一间房可以另外逃脱？唔系，你快啲，有人喺呢度瞓喺度，又喺床上面瞓喺度，真系喎！快啲，搵人揭开佢。警察大叔，呢个时候一定要用警察出场噶啦。你个咩意思啊？明明啱啱仲死咬住讲，又系同警察有冇关系？诶，我先冇讲过啲咁嘅嘢喎。唉，算啦，等我揭开个被啦。呢个系假人模型，咩嚟噶？好诡异啊！有人着住主演者一样嘅衫。你睇下呢度有名牌，上面写住肉也。嗰个欺凌俾人欺凌嗰条友，又系呢个名。我喺招人卡上面都揾到啲咁嘅嘢喎，推完咁多次，意味住呢个人同安能游戏好大关系。喂，唔好俾我估啊！佢同方言游戏嗰个结局差唔多。之后咧又话咧，原来嗰啲嘢全部都系由主角策划出嚟嘅，即系咧犯人就系我哋啦。唔系我讲笑啫，冇，我唔系剧透，以此坐住嘅人啊，唔系呢个啱啱俾人处刑嘅精神科医生咩？的确系好似佢，手上面仲攞住咩纸片喎？上面写住：本来你可以拯救佢，而你又见死不救，呢个系咩意思啊？又系杀犯？鬼知啊！你睇呢份文件，上面写住：当心药物过度使用报告。而且呢个是五年前的嘢，我睇下个内容。大家好好咁观察翻患者，特别是药物使毒过用，好多人成为咗药物嘅中毒者，尤其是米森。佢有少毒人啊嘛？药物中毒者好，唔系佢自己食咩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应该给了很多药物给他吃了，是不是意味着美心先生没有认真完成医生的工作啊？而且放这种人流有什么意义啊？这个是恶狼游戏的主办人想对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啊？你看墙上面 的字应该都是一种暗示啦，你们能聚集到这里不是偶然，是必然的结果。我哋聚集喺度系必然嘅结果，都系话我哋所有人身上都有一个共通点，但系大家都系初次见面喎，都系人类去答你。我做过家女蹲就快十年啦，我同大家拼命嘅机会都系零喎。啊，讲起嚟啊，依间房算系咩喎？又话打开逃脱之门嘅，系啊，会发生咩事啊？第一次处理成功系会俾人咁样走嘅喎。咩啊？咁会唔会卑鄙咗啲啊？同大家约定咗噶喎，先前卑鄙我净系话打开逃脱之门，冇讲我第一次成功就放你哋走喎，同我估一样啦。呢啲都系借口喎。算啦，未来咁嘅展开，咁第一次嘅成功，就人头牌先至。喂，大佬啊，我再讲一次先，唔好意思。至于呢种咁嘅展开，第一次成功，第一次成功先至逃脱到系冇可能嘅事喎。唉，你真系同外表唔一样，有住成熟嘅思想，俾人打跟住。吓、啊，你点解废话咁多？啊，对唔住，咁就等我哋选出下一个狼啦。哦，佢咁样拣，唔怪之得啦。仲谂住佢一开头就抽咗，一开头咁抽晒咁样，
咁梗系啦，喺刺低头条之前，游戏系唔会结束噶、哦。既然你咁讲嘅话，咁即系边个都上唔到啦，系咪啊？之前唔会啊，的确可以安全咁逃离呢度，但系先系局限于游戏真相嘅人。真相系咩意思啊？真相嘅意思就系、是，哎呀，差啲讲错，差啲讲咗出嚟添，我要走先啦，拜拜。啊，走咗啦。好啦，咁应该拣翻下一个狼啦。睇下先，将啲嘢讲清楚。呢个游戏真相究竟系乜嘢？真相你哋应该都知道咯，心知肚明。咁系咩意思？呢个只得你自己可以察觉嘅啫。如果察觉唔到嘅话，就冇意义啦。好啦，我要发卡啦。边个会成为下一位狼呢？我唔想变成。好啦，呢张就。Yes， 弱，唔系佢应该注定咗系弱。OK， 啊，唔好意思，咁错晒啊嘛，太好啦，我仲系弱，唔系狼，实在太好啦。但系御也究竟边个啊？而家情报太少，根本就冇可能令清清真相。今次同上次都一样，成为狼嘅人记得要杀死羊啦。讲完之后叫威尔夫的人啊就消失咗啦，呢系咪意味着接下来嘅人，接下来系咪仲有人俾人杀？系啊，呢个理所当然噶，佢可以讲得咁轻松嘅，啊，我懒得同你玩啲咁嘅嘢啦，唔想死嘅话直接放弃游戏，唔系仲悭时间咩？啊，你讲乜嘢？哎呀，同老豆乜系好使嘅，讲嘢真系好攰。OK， 我翻嚟啦，我啱啱俾人打断咗，因为啱啱部手机咧，佢嗰个用量唔够，所以我而家铲咗啲嘢，我而家继续拍落去。OK， 啱啱讲到呢度啦，你再激嬲我嘅话，你死紧啦你。好啦好啦，啱乜鬼嘢啫？系啊，而家嘅气氛已经冻，已经仲衰。已经差到冻点咯，差到冰点系咩料啊？喺呢种情况下，嘅气氛都唔会好得去边啦，系咪啊？好鬼正呢个正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合法落嚟，系咩？可能大家开开心心去参与呢件事，先会更加有趣喎。你系咪玩嘢就快死啦？你真系啊！就算是我觉得你好似有病，是咩？哎呀，好伤心啊！我哋完全陷入疑神疑鬼的状态，最终选择了分头行动做自己的事情。死啦 ！OK， 我哋玩到咁多先，哇，黐线噶！呢一集谂住拍几耐啊？黐線噶，我啱睇到我仲拍咗三十分鐘，冇啦，我啲 memory 冇啦。好啦，我哋喺下一次嘅方言方言遊戲，下一次嘅惡狼遊戲度再見啦。我係 Darky， 記住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